嗨，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仰望世界。在2016年城市竞争力研究会早早地将这中国最干净的城市排行列得清清楚楚，而这最干净的城市之一不仅仅是城市干净，还包括绿化覆盖率、建筑物的美观度以及道路清洁等等多方面问题。而这中国最干净的城市到底是哪里呢？事实上，排名前两位的是我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澳门，而第三位是厦门。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我国大陆最干净的城市，所以我们今天的主角不言而喻，就是著名的厦门。厦门不仅给人带来的印象如同一缕清风，这里的城市风情也相当唯美。据说在福建省内，厦门的级别比省会福州还高，有时副省级市，有时经济特区等，也难怪这里的级别会高了。照例大力来说说这座城市那些不为人知的风景吧。曾厝垵位于厦门优美的环岛路，可以说不少厦门文艺的小青年们都会选择来到这里走访一番。街边都是相当有调调的咖啡店，不仅融合了各种宗教，在鼓浪屿人挤人的时候来到这里逛一逛，或许别有一番风味。白城沙滩，这白城海滩据说是厦门最优美的免费海滩，距离中国最美大学厦大仅仅一街之遥。可以说在这里漫步，享受那夏天来临的风光，着实让人清爽不已。看到这里，或许有不少的观众想知道排名4到10的城市是哪里呢？大力这就告诉大家，分别是大连、柳州、滨州、绍兴、扬州、河源、晋城。你都猜对了吗？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下一期的仰望世界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